一定要看到舞狮的，啊，为什么我们要请舞狮来我们的家？就是，啊，高高兴兴啊，过一个年啊，有彩庆就是给我们的家里一个，哗啦，好吉祥的东西。我已经舞狮。 40年了，70年代我就南师北师，也是有舞龙啊，就每次一三五我就去练舞狮啊，也是不嘛也要去，为什么呢？我们亲戚跟舞狮就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亲切感，就很喜欢这个东西哦。我13岁。 其实真正就是参加学校课外活动的舞狮团，然后才慢慢接触到外面的团体，就这样 continue 下来了。早期如果正统的话，南狮是分为佛山与鹤山，流传到我们新加坡的时候就由。 老前辈们又自创了一套叫佛鹤诗意，然后它是一个 combination of 佛山诗的记忆与鹤山诗的记忆，然后合并在一起，创造一个我们新加坡独特的一个佛鹤诗意。很多家长都认为诗团就是好像属于一个。 帮派的一个团体，可能在早期60年代、70年代或许这是事实，但是现今的社会，其实大家都有一份正当的职业，所以应该不会再联系到帮派的问题了。有些人其实是起初当还没有参加舞狮的时候反对。 因为以前舞狮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是很不方便参加，可是我本身真的有让他们跟他们解释的，说我不会过去这些东西，人就会给他们有那个恐惧，有让我去参与这些舞狮。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也没有学坏，也没有什么，就让他们有更加信任，让我去参加。 南狮北狮，如果在早期中国，就是，在南方与北方。北狮只是表演给那些，皇帝啊，那些官大官员看的；南狮啊，是拿来迎接那些大人物啦、啊，那些部长啊，那些过年新的店开张啊。北狮的外表就比较毛茸茸的。 然后他们是多属于杂技表演，很难平衡这里球。假如每天练的话，至少要3-4个月。他们的配备就还有多一件外衣。在新加坡是很辛苦，因为这个北狮是很热很热的。我们去了Europe那个地方很冷，每天都下雪呢。刚刚恰恰好，我们穿这个衣服是很适合，不用穿毛衣，就是穿这个舞狮，因为不冷。全世界比较普遍的是南狮。 北狮在新加坡是很少的，馆内我看5个指都算得到，谁有北狮？只有4-5间而已。这4-5间我看已经停了3间了，剩下1-2间在玩呢。我们是要大量的推广。
我姓吴，叫吴英丽，在资助馆是一个福利营养师教练。我1969年接触武术。我一出生 的第一个馆就在少林总会。现在有人性呢，老天赐我一个女儿，就传给她吧。以后她是下一代的掌门人，就是她了。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很多家长都以为舞狮后面操作的是黑社会的人，其实我们不是的。一是不要排斥这些舞狮的人，他们只是纯粹要学舞狮而已，不是什么黑社会什么。现在这个年代没有了。其实这个是他的兴趣嘛，所以我们就给他这些，然后我们有在旁在看，不帮他们学坏了。假如要学坏，再学什么东西都会学坏的。这位是最大的 ，OK， 这个是老二，这是老三。我的是看戏看太多了，在电视上看到太多那种负面的影响，其实也不是完全就是这样。My previous primary school, when I go there, my interest was lion dance. They actually looked down on me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lion dance was gangster. But now, when I'm studying in the current school.Half of my class are all lion dancer, so it's like we get some topic to talk about.参加师团可以找女朋友、找老婆。我想过下一代传这个武士的文化下去。对，是一个好人的传统。Lion dance is like for me the passion. Just want to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more. 对，可以学。有了一个传统文化。I follow my friends to join this group. 可以做不同的角色。还有不会变肥。我肥了。Exercise. 强身壮体哟。I treat this as a job. We are life, work to me. 因为人好玩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cannot be without. 站着人生最重要的一点。推动下去，给我们下一代存在我们的文化。谢谢。差点做错啊。